来收看福气来咧，祝福大家呢福气哈贵太年。我是 Rita 林玉天，今物今日伫节目当中吼，当然爱送好歌，送好节目本大家。哇，我哩下吼，当期待等下下你阿个歌后，而为大家认唱了动好听客家小调吼，今日歌声呢会突然大家真紧吼，会上天通的感觉，哇，心情非常的好吼，本大家新年当然都有好心情了。你好，安利使用掌上来放样，安利三个的天后，安利立秋他身上带来的四连歌。电视机面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先生，哎，今半夜吼，大家开始开工了没？开工嘞，赚钱嘞，赚钱嘞，赚财神就带人来，大家看一下先生的耳环，哎呦，很强哦，开发啦，出发，开发，哎呦，真紧吼，讲到发吼，大家心情就好着嘛哈。加先生一唱安尼失恋歌，本大家吃得讲，客家人就是。当好传情表意咩？一首歌曲算客家小调之都吼，算是唱红人们嘅歌曲。像我哋教学生嘅吼，大部分小调就要教呢首，因为呢首又轻松，意境又轻吼，还有较好学。真紧吼，古时候唱一边就会唱咧，喊个唱个哈先生唱一边哦，永生难忘，当好听哦。真嘅，哎，你讲到唱歌曲就做得上到，哎，你做起嘅成分，噶哈长夜来思阿咧，就真紧好啦，安尼每一长夜吼，安尼唱下去唱得唱生命长夜。生命长夜，哦，每一长夜记，得长夜咧。嘅歌词吼，即描写还冇讲咯，有长夜嘛，公夜嘛，睇佢点样哈。长夜理论是初四醒夜啦，睇下佢就饮酒哦，哦，饮杯酒酒，记得唔好饮杯醉哦。哦，阿英嘢咧讲嘛，佢叫哦，就落花眼，嘛，纯情荡漾。哎，嗰度是阿哥诶，这个春天来到咧，哎，心花开咧。好，系，这是二月，三月就嘛，哦，睇佢就点啊，四天咧。哦，三米是得四天，阿公你是说，是怎么是喏哦？哎呦，用啥？用十一九点了。哎呦，感情很好哦。感情好，啊，四月份什么个？哦，春茶来了吧？摘茶、落茶的，去摘茶、落茶摘来，嫩茶摘来，拢去卖落茶摘来做工钱。所以呢，就你这狗子，长年什么个？你家记得？长年过新年。过新年，你呢？你捏出心花开，落花眼。三月，三月，二来四天，四天。原来四月还摘茶的季节咯。哎，那春茶咩？哦，其实叫生意长月，你根本唔是叫安多，叫做阿廖太个粉体咧。当好搞啊吼！以前上阿廖来当来搭白糖豆人冲来山歌吼，也讲冲阿廖歌词地度。叫叫不有大笨那刘三妹，刘三妹都在遐乜嘅人物咯？伊咧香港时间歌 TV 大笨那有大笨那刘三妹，大笨刘三妹，佮佮大笨刘三妹意思嘛？大笨像三妹子安讲哈？啊，佮咧意思个，因为咧三妹子是安那才太了穷口，松口，系啊，
真金有安的，有了那刘三妹姐，三妹姐，哎，你这刘三妹，你这什么意思？上个奖哦，因为哎，这个哦那那个穷口就三个穷口，所以松口有个双音哦，穷口出三个穷口出，跟松口跟重口出，你啊那个两张音哈。哎呀，啊这刘三妹佮当会唱歌哈，所以佮那双卧下家。好慢中太太都丢了刘三妹当个唱歌。他有一位少年郎哈，一听到给刘三妹要么唱上歌，其实不服气。哎哟，其实就要去挑战啦。老去丢歌嘿啊！是哎，前面大擂台啊，看你老爷大擂台，太假空下来。我记得前面去挑战嘛，前面挑战的时候，哎，其实一台船呢，你讲嘛？一艘船，一艘船渡江南下。哎呦！哦，渡到到河边，看到一个小姐，对不对？雪山，河边雪山嘛。哦，啊，其实某个，请问你啊，蒋姐，你第六什么在那边嘛？这里无巧不成书啊，渡到某那是六什么？六什么就不动声色。你请六什么怎么改？啊。这个少年郎讲：啊，我来找刘三妹，我要来挑战佮创山歌。人讲好，佮刘三妹讲：哈，你要去挑战创山歌？佮马世勇人讲：安泰的口气，叫好。佮你来请刘三妹挑战，你让把那个挑战。啊，少年讲：呵呵，我摘了一双的山高树，我来去挑战。哎呦，妈，这样你摘了一双的山高树，我来挑战。刘三妹马上是出口神装，河边雪衣刘三妹，请问阿哥哪位来？哎呦，此古山歌穷口说，哪有山歌山寨来？哎呦，结果呢，个小人哦一躺啊，面红耳赤，拍些酸的，只是连只脚。所以人讲刘三妹，刘三妹唱会红个出名。哇塞，啊唱口出，真强吼！人讲哎客家山歌吼，唱会唱口出，水口，古水口的意思，啊松口跟重口有个双关的意思。哎，你讲我爱吃到爱唱山歌，啊真个有哎呦滋味诶，因为爱唱个山歌，哎呦阿韵阿韵脚爱对多，韩国人。啊，你有机智歌王啊，意思啊，还有你们三国唱三国，你们个四季八节咯，记得咯，天一天一季，天四季，哎，阿不准哦。你像三国唱来闹连连，唱条三国来嘅人，落人唐传田福书，跳上唐传太川前。哎呦，你看咧三国唱来闹连连的连词，唱条三国来嘅人的演词，天四季啊，落人唐传田福书，跳上唐传太川前。前，一四季，哎呦阿不准。所以你讲以前的你讲三国什么唐诗、宋词、汉赋，唐朝会史，宋朝会词，汉朝会赋，唐诗、宋词、汉赋演变而来，就会按样型了。所以平平仄仄仄仄平，哎呦，哎，根本你哈按遐国文考就错呀。古时候哎学唱三国也讲，你做得自家写歌词，哎有韵脚。阿不准，像我刚讲三国唱来闹连连，你做那个三国唱来闹融融，唱条三国来结结，融到结是无阿不准，做唔得。佮先生，安尼唱客家嘅小调安尼啊吼，加个有阿韵呐，还个东腔加唱啊，哦，搭机啊，佮歌词迄个改做歌词，做得冇？做得啦，有冇做得啦？水口唱咩做得？哎，做得啦！冇像讲阿爸爸做生意啦，好啦。阿爸爸做生意的时候，阿咩水口拢去唱哦。哎呦！阿讲，今日爸爸苏丹去，今日爸爸苏丹嘛。哦。今日爸爸苏丹去，大家欢喜笑嘻嘻。啊，笑嘻嘻。嗯。阿唱条山歌来工作，祝福爸爸十八年。哦。你咪有阿俊啊！哦，古时候无论系传统三太跳，也讲小跳，俺上去唱咩歌词，迄个你嘅歌词吼，一定红手做得随口来唱，全部做得。看你的生活的环境。哦，真紧呢，先生，从细行就去唐我看你爱贤呢，唐爸爸爱贤呢，唐阿叔大锣鼓安尼睇吼，即个俺后生就开始唱歌，歌又唱到暗号吼，你即个细细系咪看过安尼青岛嘅诶？人讲三角菜茶卖肉的安尼，头摆种下就有啊。哎呀，种个不下太无汤。以前人讲，佮
高脚毯里边的吼，高脚毯里边去床头柜去做太戏啊，或者要拍两三场啊，许多人个装下人啊，太无汤做三角菜茶。啊，记得以前三角菜茶非常有名诶，就会安尼挂起里边，安尼牛叉孙先生，哦，佮要土两鸡，哦，啊，佮都是东海的装下去做个短剧，我喺度看，是三角菜茶，叫以前咩跳蕉啊，啊，我上面唱跳蕉诶，啊，有宋金台大会堂啊，乾隆怪剧，你阿爹话同你说，以前的三角菜茶对不对咧？戏剧对不对咧？嘅歌嘅哦，当初一吃起地度吼，用青岛嘅歌曲接中下，哎，哦，原来系安尼哦。古所呢，先生吼，根本嘅吼，我同大家分享青岛客家嘅山歌小调吼，地度青岛，我学习嘅，瑞塔见面咩同大家强用哦，听听先生来学习啵。家先生讲，嘅学费拿来啊，人家支持，人爱你啦，爱你，爱你啦，安尼就哎，好啦好啦好啦，做得冇好，做得做得好，然后呢。唱睇下，先聊一下技术，转到 Annie 播起来咧，来唱山歌，来学习啵。转到福气来咧，今梦夜来到了山歌，过后立秋下欣赏吼，我带了真根本大家慢慢的感动哦，我们有很多的惊喜送给大家。再次来欢迎秋下欣赏你好，要听你哈，爱你观众朋友，大家好，耶、yeah, ，欣赏好，加更多吼，真见山歌地都吼有青岛嘅好闻哦，有哦，真见我感谢你哋，因为喺讲欣赏你哋舞蹈，我做也翕上一批吼，谈到山歌就。吃到今天很好上人堂的，我真的 Rita 做得好，同大家挂保证哈，一堂一好堂，韩国一堂吃到也有烟烟味，韩国其实嘅清困难，因讲三个有九强十八条，我也未就有九强，可以六强、牛鞭强、梅烟广东强、广西西烟六凤强、口广南强，九强十八条。不过，佮以前迄个用了九强十八条，你也统称用嘛十五条，因为不止用了九强十八条嘞嘛。哦，也还有青岛一条诶，所以你做你也统称是用了十五条。哦，包含刚刚讲刘三妹出去抢票诶，了解哈。佮、先生讲。跳白羊三个吼，九强十八条，讲到九强好诶哈，九强就按多种强条咩，像安尼会讲开了，上面开了烟，咪会讲试验哈，因为讲鸟片，天朝又记得生发，因讲发你各种软木诶强条，乜个讲法你要讲，因为你讲时间因都开了强去卖人参到肾气，你会搞差哦，你个富人家，伊个个伊个男人，伊个个可以时间。叫买神石啦，叫念阴神么？阴神啊，阴神么？结果念阴神么？跟念阴神系跟人腿嘛？哎呦，好呢个，一般人家啊，我老公系菜，因为佢神石哦，哦神石系咪要买？所以咧，先开条搞清楚咧，真感动神奇呢！讲起强条木桥出长镜头，佮先生一般喺呢度谈到吼，无论一向系看台湾嘅客家山歌小调，千岛去唱西烟强，大部分用西烟嚟发音，大部分咯，因为安尼咯，因为开条吼很难唱，我要教过学生系黑木法都唱得出来。你弹下，哎呀，做得冇，来唱先生来了，示范一下，聪明睇下弹下，都得开六嘅三个，开六三个系上到两百音嘞。好，我嚟唱，喺我唱歌，我唱歌，喺我弹，我落去，我要落去咗唱歌，你弹看看咧。好，喺我六唱那一个，我唱了。歌呐，嘿，爱哟，爱打那爱啊，爱落了爱好啦，还没弹完了，我碰到乖乖。哦，爱滴嘞，因为爱你弹惯时间嘞，所以你弹开了，你会感觉乖乖。小口气的，我讲我就动亲切，像安尼讲话。我觉得平常时你讲谈惯的，冇强用什么，只要小口内味冇，怎么相通啊？当然，像人咬字。
一季三个里边，你四季四烟开到你们穷了，哎，你看四烟你就全部用四烟，开到你就全部开到，就做唔得丢不丢？有四烟也有开到做唔得啦。安尼男人出莫脏咧，莫穷了。哦，我说安安尼的唱歌吼，人讲一下九强十八条，全部就要讲十二条的意思。统称哦，那十二条。哎，搿十八条跳白十八条，比如讲十连歌啊，就爱十二条。嗯。韩国有青岛，青岛哎。嗯，我十连歌脱翻开，送金台到，你都同你。就会像古所看灯都嘛跳，同你妈还少跳，全部就要少跳啦。啊，传统的三台跳是洛山歌，山歌是平板。啊，洛山歌是因为以前吼，哎，你这个山档杂茶，一只山头阿哥，一只山头阿妹，吼，那两兄妹呢，超能够哎，你阿哥哎，你来去山档杂茶。哦。但以前山头是讲你阿片山头谁来，你阿片山头谁妹嘛。啊，搿啲西门以前人家讲冇冇冇冇个卡拉 OK 或唱冇完全，完全是用山歌来抒发我们的情绪。嘿，你西门是山歌，秋天就唱个歌伊，啊改变西啊歌诶，一唐都夹歌一唐都，哇，你那边西啊去按夹，阿么唱山歌，啊其实就是其实这个秋阿罗麦，个夹罗麦嘟嘟在山跳，一唐都啊。阿哥你没几个阿哥你还请买做买，个结果一看，本身其实修个只讲讲个洗牙机，个忙起个洗牙机没飞机，起码都夹到没飞机。他讲结果是清白色个，你对面了，茶馆啊，你就看过了哟。就安尼，你都有唱歌就安尼。哎呦，真个，哎，都有自卑呢啊！哦，古说安尼，钻研青岛，先生给你吃的吼，唱客家嘅山歌，传统嘅三台跳，同唱小跳有同样嘅技巧冇？咁就冇同样啊！尤其安尼山歌传统三台跳最难唱，像我阿家讲嘅老山歌，系啊，老山歌就讲，因为是其他山歌是同样拉多咪拉多咪，要三角形去变化的。啊！有位人去唱唱啊，吉嘛，吉要唱到平板去。哦。还有唱唔好诶哈，像以前爱睇讲话有讲过，佮唱唔好啊，听音乐乱唱。那乱唱以后呢，下辈加下一条巷诶学生诶，是另外个学生讲，你们上个礼拜那边是不是有人出殡啊？讲。啊！你们你们去唱唔好啊？要唱唱还是唱严肃？宋朝人，哎呦，啊，所以哦，乐山歌啊，他是要教，啊，不过一教一学得好，有人好弹，真有。还有你歌伴要注意，你歌伴叫你，哎，你山歌是，是前奏二十四拍嘛，唱的时间四十八拍。系啊，啊，我就问你，唔知几条街山歌是，山歌子跟平板同样是有歌伴，嗯，哦。啦哆咪啦哆咪哆啦啦啦咪啦咪啦哆咪啦哆咪哆啦咪啦哆咪哆啦哆啦啦咪啦咪啊！洛山歌不是吗？洛山歌前奏你这样来的，啊，东王说咪啦哆啦哆，啊个人哦，啊你唔点人哦，将来个学生哎，好多人，佮样学阿哥一礼拜佮只有去做冬天创业比赛，安强，哎，啊个样是我们湖我们的乐曲。那个乐队老师，那个徐勋章老师打扬琴，那咚咚咚咚，你哪咚哪咚，结果我个学生哎，起来唔唱，啊那个他说，你弹啊，你说你唱啊，弹啊，你唱啊，搞了半天，后来个主持人那暂停小姐，你说小姐，现在是要你唱 hip hop 哎，所以洛山都是东王是要 hip hop， 咪。哪都哪都是这样子的，哦、记得。哎呦，其实吼，爱唱吼，就爱发心思，喜好去弹，伊讲爱弹音乐吼。因讲吼，细有听好本安大家吼，唱起了一强，送一快乐吼。来，有请先生，好，今日大伯安讲，送门大家你唱好的歌曲好吗？来，唱好歌曲，唔对嘛，来条。嗯，独马跳。OK， 没问题。来，欢迎先生哦。啊。
挑，从以来太太有吃到冇安尼个咸肉，躺下来轻松呢。我还喜当初没有安尼啊。哦，你还巧呢，实在是有啦。你要说国曲，其实哈，系在厦门，厦门，厦门哈，一位叫做邵光海先生，邵江海先生。啊，佮个样是佮一个创廖叔歌曲，哦，啊，有几多有主语团、国语团，来到安尼台湾的宜兰，我们宜兰就是歌仔戏大本营，对，一个安尼扮演个地方，错，所以呢，啊，佮传到廖尾以后，哎，廖叔歌曲，安尼国语团感觉廖叔歌曲好听，就安佮流传起来，所以以前的杨丽华、杨丽华歌仔戏团，佮没有了廖叔歌曲，哦，从头会创来演出，哎，安尼还讲硬糖咯。啊！你阿叔哥叫好听，有咩来去改编啊？哎，你填词，通咯，啊个戏曲，戏曲底部就咪多少改过一下啊？哦，就变做客家没有？哎，错。哦，真见依然有青岛客家人呢。有哦，有，尤其像有诶，青岛安尼客家人。系啊，哇，东城区的故事，阿你咩代表讲？地方哈有安尼文化的交流，冇像用出拳大家哈，哎，人讲互相用歌曲来交朋友啊哈。等下整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谈，哎，你有歌后出下欣赏来分享了。大家转到福气来咧，跳千堂到了杜马跳，还没去到讲东河堂。原来吼，好老老客家都有唱了曲跳，不过歌词用的语言冇同样哦。先生，系，刚下你唱歌唱起来，吃到讲唱歌真系痛快咯。咪做点认识安尼歌曲背后吼，有安尼历史嘅背景咯，故事吼。刚下听你唱安尼杜马跳，你唱好嘅歌曲，怎么你唱好也是歌曲呢？因为你啊，是歌曲嘅原图。拉同时也能够吼将佮感情诠释出来哈。诶，你阿叔歌曲人家有讲哦，因为佮迄诶歌曲条嘛。系啊。啊，其实你客家歌曲吼，冇本人讲，哎呦，你客家歌曲按大俗唔爱啊。嗯。其实按客家歌曲，你歌诠释得好，咩本人讲，诶，客家歌好听。哎，就系艺术，哦，就系客家嘅文化。错啊哈。啊！佢你用乜嘅方式去诠释？你像以前你唱歌，你讲啊，要出出个咩方青菜唱青菜，乜嘅副腔入歌歌呀？你也唔会按佢按唱歌多的注重按你服装方面、肢体语言。啊，讲。哎，先生，嗯，家堂唱一首歌曲，真见按你嘅天生大你懂好听哈。我堂见讲过，哎，杜马调，咁系当初按你下难跳，有腔样一跳冇？完全冇強樣啊！完全冇強樣啊！今日問你只問題非常好，嗯，因為當當年會誤解咧，你係只問題啊。杜馬跳咯，下南跳歌詞強樣啲，係啊，曲風冇強樣。你將杜馬跳，長安夜里來呀，梅樹啊花開呀，係硬唱啊，係下南跳。长夜里来，梅花开哟。完全冇腔样，因为歌词腔样。正经，我弹一下歌曲的时间，我弹讲你唱好一首，我就弹哦。当初我细时看电视啊，看国外戏啊，讲做戏的时间有，我又唱，哎，有人讲下难跳。我睇，哎，全冇腔样啊！哎，古时候唱歌先生，每本大家来认识哈，其实有千多个小调，可能歌词腔样，唔做得改歌词咩？唔过唔出弹嘅曲调冇腔样，就系冇腔样，知嘛？就系你客家小调哈，啊，当当年将时间个头发开，哦，诶，古时候看电啦，啊，身边嘅工人一当到记得。咪嘞咪嘞哆嗦咪嘞咪嘞哆嘞咪嗦嘞哆啦嗦哆哆嘞咪哆啦哆哈，长夜泪丝啊连，真啊真丝连，头发开了去，头发哪里忘？哦，都是咪嘞咪嘞哆。真紧呢。哎呀，长夜啦哩哆呀，丝啊心哪念哦哪哟，都是咪嘞咪嘞哆。真紧呢，哇！所以咧，小跳当作命令命令多前奏，是做咧编制嘛主曲主曲，客家主曲。不过你现在跳诶，你的调别要一样要做。嘿，无呀，答应要带下去，过咩过上去啊？做咧，嘿。
我说先生，我这个唔创安尼传统啦哈，客家山歌、小跳，创安多年，客家广东就安尼压起个。唔讲啊，知道你真认懂用心，因为创爱好咧，我也创客家嘅山歌、小跳哈。都系来讲啊，就有无同样嘅韵味来表现，用爱嘅方式，摇滚嘅方式，你做得啦，做爵士嘅方式啦，做得嘿。先生咩要？人工很强哦，哎，你来可以睇表演嘅 VCR 啦，请叶碧先生，叫我来合作嘅好唔好？哦，做得嘿，回忆啊。先生，唐人的创意没有摇滚的精神哦。有啊，他配合的。嘉义文先生今天因为他是摇滚的味道嘛。哎呀，所以唐人呢，客家电视台呢，人家有讲制作那种的啊，那山歌的哈，你讲希望人能够吼改一下曲风啊，配合到给后生用摇滚呐 ，rap 的。哦，好糖呢，好糖呢。先生，按你创意吃到讲，按你改变做得冇？做得啦。哦，因为按你传统。然后创新呢结合，你孙山能够嘛，你传统啊保留下来，创新呢就咪吸收的后生人，能够接受，你懂好啊？哎呀，我那双贵人，我那双管齐下。哎呀，其实要讲到一个青春夜出讲，你客家无论系语言、歌谣出，你安尼客家嘅文化啦，我传下去，其实你也讲，我教新人讲客家话，我进来唱客家歌，佮先生接触到嘅安尼嘅环境知道咯。哦，有啊，像你啊，新人哈，讲起了，你客家一大研究啦哈，因为你啊，新人哈，你就每年，唔好讲太年哦，唔好讲新人太年轻咯哈，当当也唔讲客家话，啊，一年哈留10%，嗯，像一位乜嘅老人家，老家新桥讲好了，好了，好了，讲好了，啊，新人叫孙嚟讲。国语，其实声音讲国语，才好高级特殊之分。你做人要讲母语，你还没讲，你客家人来讲，好容易咪讲啦。做人就不讲母语嘛。系啊。啊，然后像我说，佮好容易咯，佮家长个话行个唔知几系好容易嘞。哎呦，我听佮做每家个啲，你都记得佮爸讲个半生不熟个，佮爸老佮讲客家话，我就哎呦，你讲好容易个，哎呦，阿叔你好容易。
所以我们一种水秀以前就按了哈、哦、啊各方面的家教水教嫁鸡水鸡嫁狗水狗、哦、啊可是我给家都爱的不好了爱的我还感恩所以一些人的传统也是说真的你家都爱不好你就会说爱不好你就按了、嗯嗯、啊你要生意不要啊有机花吼，上去色彩真可怕。虽然唔晓讲下花，你哈唔来认真教，你还本人来种花。哎呦，好，哎咪加油吼！我做清好嘅方式出来种客家嘅果叶啦，从艳阳躺咧，哎，赏心悦目哈。你看咧，安尼嘅画面咩好，躺咧艳阳咩好，心情就好。各位家讲，要创新啦，传统嘅结合强下，本。所有太太谢谢全部大家中下来欣赏啊！哈，先生，你知道哈？对传统来讲，创新对你来讲有冇个挑战冇？有哦，当然啦，因为冇空弄个曲风啊。你将安尼创新歌对安尼嚟讲，啊简单啦，创意是冇用咯。真劲，刚从无论哦，个上哈、天上、榜上都结果，面不改色，笑容满面，嗯，很强啦。真嘅咧，啊唔光个跟住个摇滚啊，嚟嚟后唔嘅后生嘅咧，诶，我哋老人家啊，创啲咩，强到咩啊，练习啊，节奏，节奏，哦，系啊，安尼好，诶，互相嘛，系啦系啦，我哋真的天天天天欣赏，后来学习安尼，传统音乐就系动静，讲我哋用新嘅想法。来拜托先生，同你教一下呢，音乐就越教越好教，越教越好教咧。咁讲，喺传统嘅系创新咧。我讲传统啊，传统同创新咩强样啊？啊，传统嘅做得啦。你强下来教咩？强下来教。我创传统唔创创新啊？系啊，真系哈。诶，所有朋友睇下其他未来咧 ，Rita 出嚟做下先生，我即刻讲嘅拜托嘅哈。但系强下来合作，真要机会。诶，其实哈，一下做无论喺做乜嘅业务哈，睇下出讲，诶，原本文化讲嘅乜嘅哈，行到要乜嘅要远咩，诶，出攞佢保留下来，啊，流传下来。系啊，见来发表咩？诶，我想睇下哈，谈到先生创歌哈咩？对客家山歌咩好，阿公来创作咩动心思，清明阿兄新年新条，先生同大家鼓励一下，做音乐嘅人，唱歌嘅人，唱山歌嘅人，有咩话对大家来讲？哦，唱山歌啊，阿伯我同人家讲嘅啦，牛屎运气嘛，哎呀，冇跌破，冇跌波子，啊，听波记得阿稳稳嘅哈，那个表情很重要，哎，吃眼，啊，不然你都退下，你两公婆。一系讲你嗱五朋友，哎哟心情唔好，上台就会假笑，哎，关系嗱笑容轻松了哈，还有肢体动作，啊，你唔爱狗齿，如果唱哎，我唱清风戏嘅，我就会笑容嘅歌曲，你唱个苦情咧，你唔做得笑嘻嘻都嘅唱，哦，做乜嘅？唱乜嘅就唱啦，就系所以注意哦，哇，很好，歌大音要注意啦，好。感谢太师的指导哦，我想新年新条本太家好，安尼啊，完全出去动有收获哈、哦，今日再次感谢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祝福福气来的节目重逢。被祝福所有的朋友哈，大家新年新条哈，一切都顺心。感谢大家收看今日的节目，等下继续听的先生来做运动了，新年快乐。福气来的。